来，趁，趁啊，趁！你想一想，你女儿。 想要个说法，就你这种案子，全国多少起人都这么办？我那样做有原因。阻止流氓犯罪。如果你当时也在那辆公交车上，你会怎么做？ 世界越护你越爽，我知道你会勇敢，你会释然，听见心中的回声，在每个日复一日，为爱而。